我要找饼干，你要找饼干，吓死我了！吓死你了吗？嗯，真的。我哪这么多？等等我啊！ 爸爸去哪里了？爸爸去抓帮我抓姐姐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等一下跟爸爸说谢谢好吗？好。那个饼干谁给你的？我不知道。哈？
妈。是干妈哦，你有跟干妈说谢谢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去跟干妈说谢谢。慢慢走。我有药，我有药。你要介绍你要煮什么菜吗？葱爆五花肉。真的，我肚子好饿哦。我肚子好饿。嗯。我很怕饭不行哦。没关系，就不要吃饭，因为等一下要吃鸡蛋糕。你不要跟那个米有三杯饭的。大佐的葱爆五花肉。大佐五花肉是这个。完成。完成。完成。地上的要怎么捡？可是我其他豆子跟这个不一样。哦，你只要告诉你自己说没关系，反正它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比较没有在都市那么那个。哪个？就是雨没有那么强。哦、啊。所以它是弄成圆圆的这样子。翻过来，就像章鱼烧那样子。你想把它做成章鱼烧也是可以。它变成圆圆的，就是圆球状的这样。还有两个耳朵，它下面是一个熊啊。对啊。给我挤下去了。没关系。我需要一个，对，因为这样。看来我真的不能卖鸡蛋糕呢。没关系啊，你等一下应该第二次就驾轻就熟。应该是，希望如此。哦，等一下你们要跑出来了，不行，不准你们跑出去。你刚刚那个手势就是章鱼烧，对啊，我就我整个就是要把他们，你知道。我叫他小宝。哎，小林，这个好像可以哦。
嗯。